近日有人在家长 WhatsApp 群组控诉自己3岁的女儿下体有伤痕流血，怀疑在 M 班受虐待。信息提到伤势外阴有界痕，内阴严重，还继续有血渗，怕老师说老师打她。她怀疑个女儿在基督教服务处大坑东幼儿学校 M 班被老师打，已经报警，但有同事主个女儿同班的家长就相信校方。其实很多家长都很相信学校，因为我们觉得学校很有爱的。我很相信学校咯，因为小朋友他每天上学都很开心地回家、我经常跟他聊天，他都说我很喜欢老师，老师很疼他们这样、所以我都不相信老师会即是另一面会伤害其他小朋友。校方表示高度关注事件，翻查闭路电视片并未发现教职人员有任何可疑行为。有消息说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未见到有其他人曾经掂过女童，初步相信事件没有刑事成分，怀疑女童近日戒尿片所以痕痒，不排除是她自己拗伤，暂时将案件列作求警协助，会进一步调查事件。